由艾肯娱乐独家代理的《仙界毁灭计划》今日举办华丽的上市庆功记者会，会场设计与开场舞蹈表演都紧密切合着本作飞行的主题。《仙界毁灭计划》的代言人毕书尽也化身为游戏中二郎神的装扮，牵着萌宠哮天犬登场献唱。《仙界毁灭计划》在 iOS 与 Android 卖场已经突破百万下载次数，记者会上也特别举办破冰庆功仪式。毕书尽表示，这款游戏让他体验到从来没有的飞行快感，拍摄广告时也过足了瘾。想体验与众不同的飞行战斗 RPG 游戏的玩家们，赶紧拿起手机下载吧。